名流身世要起诉，点解家暴被整肃？人人担心冇弯转，就算天王冇得喐，挥洒良师夺桥段，实难忘脱离警告。前来报息先知出得去，差馆过夜等人数。别墅之中要拉火机，乌龙探员随便租。遇着拗香港脚好臭啊，闷到暗鼻眼碌碌。最怕含冤入狱，期望案情早完局。静坐差馆要等审讯，等到半夜真气高。良朋亲戚都冇一个，孑女孤女冇钱数。豪门公子要讲数，任意摧残自心中。少女无辜受凌辱，成日诈认兼淫欲。床前争执要生死斗，卒之再度去警察局。坏事通天见妻都怕，一于及住唔敢喐。沉迷酒色要改过，愉快家庭享清福。要预言妻共荣辱，期望探员苏黄道。大丈夫一生要坚决，一衣戒绝终情用。